咁佢今次表演呢套拳呢，其實一開始訓練其實到而家只有三日，三次，只有三次，咁啊希望可以俾到一個精彩出大家睇啊！好，祝你成功！ 今次都好多謝大會咧，俾一次機會我哋可以做一呢個演出。咁就啊，妹妹嚟緊，好似聽日啦，咁就會有一個比賽，咁就誒國際賽嚟嘅，咁就會表演呢套拳，比賽呢套拳。我咁大家都俾熱烈啲嘅掌聲啊，妹妹鼓勵啊，佢等佢聽日嘅演出咧更加成功啊！佢第一次上台打拳嘅咋。 除咗有唔同嘅動物嘅形態會演出，有時見到嘅有頭水啦，有虎爪，好啊！總共訓練其實都只係3至4個星期嘅咋。 就演出到呢一套醒劍拳。哇！好精彩啊，都可以哦，好精彩啊！好，咁呢個係由先嘅公民小師傅就會上嚟表演呢個大掛凳。咁你可以見到張凳啦，咁就同我嘅傳統。